Hi, my name is Kaiyuan。今天我们就来快速开箱我们的 NVIDIA 显卡啦，这是 MSI 的 Venus 3X， 就是有三个风扇的版本。这个是4070 Ti。那我有在看4070跟4070 Ti 这两个选一个，但是我主要都是在剪辑跟编辑输出影片，就是影片剪辑的部分，还有影像编辑什么 Lightroom 啊、Photoshop 之类的。但是那个其实对于 GPU 其实没有什么吃。那主要吃的是像是 Premiere Pro 跟 DaVinci Resolve 这种剪辑软体，它吃的比较多。那为什么我会选4070 Ti， 然后不会选4070呢？因为4070 Ti 呢，它有两个解码晶片，不是编码晶片 ，NV。就看起来，反正就是看起来规格差不多，但是其实它的晶片多了一个啦，就是双倍的效能吧，应该是这样，可以这么说。反正我们今天就赶快开箱，然后来比较跟我旧的显卡。我旧的显卡是2070，不是 Ti 版本，所以2070 vs 4070 Ti， 看看我们效能并快多少，然后我们剪辑的流畅度多了多少。